尊敬的诸位朋友，大家早上好。好，我们昨天讲到了人修不择就教，人生很重要的要用智慧去抉择所交的朋友，所找的领导或者所用的部署，以至于所要组成家庭的对象，这些啊都要用智慧来判断。假如判断错误了，那很可能啊，人生呢就会有很大的遗憾。所以，先有智慧啊，显得相当重要。而智慧啊，要透过学习才能够建立起来。而学习啊，我们看这个学字啊，是学觉悟，绝对不是呢我们背了很多的知识就一定是啊觉悟的人，这个都是啊我们要很冷静来体会的。所以我们看得到呢，现在的社会状况啊，是高学历高失业率，高学历高离婚率，以至于高学历啊是低的做这个生活能力。我曾经在好多年前呢看到一篇文章，那个大标题写着知识的高材生，生活的低能儿。这一些呢都很值得啊我们现在从事教育的，以至于啊为人父母的人呢、都要冷静的来思考这个问题。学觉悟啊是在处世待人当中啊有智慧，是在生活能力当中啊能够独立自主，这个才是智慧。所以假如孩子没有这些处世待人的能力，甚至没有生活能力，他这一辈子会很遗憾也很后悔。而且他后悔那不是怪自己当人真正遇到一些挫折的时候他很难是先反省自己他会说呢，我爸爸怎么没有教我，我妈妈怎么没教，以至于我的老师怎么都没教。到时候我们为人父母啊为人老师的耳朵会痒，就是学生呢、在唠叨了，这些这么重要的能力啊，怎么我学了16年以至18年更久的读书时间，却没有学到这些应学的东西？所以之前呢，我们也有提到啊，一个大学生呢、连开水都不会煮，以至于是。不会煮开水呢，让这个水喷出来了，把这个火给熄灭掉了。后来瓦斯外泄，自己宝贵的生命啊都留不住。那这个不止自己的遗憾呢、还是整个家人、朋友的遗憾。所以这一些例子啊，都值得我们为人父母、为人老师的人。深切的来反思，孩子一生应该具备哪些能力才能让他家庭幸福美满，事业能够长久的发展。所以这个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这个道是家道，这个道是事业之道，才能成立。不然我们看到离婚率这么高，我们看到中小企业的寿命这么短，那个都在警戒我们。你看结婚的时候呢，大家欢欢喜喜的，亲朋好友聚一处啊，我们绝不愿意看到的是2年3年之后又是悲剧收场。但是这样的例子现在是越来越多，很多大都市所谓进步的都市，这个进步要加括号
进步的都市啊，现在的离婚率直逼50%，啊，两对就有一对离婚了，那是天下大乱之势啊！结果你看，人还没警觉到，还继续追求那个名闻利养，追求那个一辈子都带不走的东西。而只要夫妻相处不好了，那留下来的都是下一代的遗憾，下一代的教育问题，下一代的人格问题。所以我在一些地区啊，都曾经到监狱去讲中国文化，跟他们交流，都深刻啊，从这些典狱长、这些长官们的这个介绍当中啊，感受到啊，这一些误入歧途的人啊，大半都来自不健全的家庭。所以人生啊，有两股力量啊，在那里抗衡啊，在那里较量啊，一个就是呢他爱的力量，一个就是他欲望的力量啊。假如他从小有被爱护了啊，他懂得孝顺父母，他懂得友爱兄弟了啊，那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啊。他有孝悌的精神呢，他就有仁慈心，有仁慈心呢，他就会尽他的本分呢，去服务大众，啊，那就成为啊，他一个人生的生命动力。但是假如没有爱的动力啊，反而会延伸出是欲望的动力，啊，都是要是满足欲望，啊，那就很危险了。当欲望满足不了，他就很容易啊，铤而走险。所以我们从这一些数字啊，就可以警惕我们啊，现在的人啊，不是缺乏知识的教育，而是缺乏德行的教育。那我们在企业界也看到啊，在大陆啊，中小型企业的寿命啊是多久呢？2.9年，一个公司开了2.9年就倒了。那感觉上啊，真的像胡闹一样啊！啊，你看一开始就啪就倒下来了，而且一个企业倒下来的时候，我们要了解到啊，它里面还有员工哦，还有资金哦，而他那个资金呢，很可能亲朋好友借来的，结果这么一倒啊，很多家庭啊都不安哦。所以今天假如下一代啊，讲好听一点叫很有企图心，讲不好听一点呢，叫好高骛远啊，他不懂啊经营企业的道理啊，他不知道呢经营企业就像建一栋大楼啊，要把地基打好啊，不然根本这个大楼是建不上去的啊，建了3层5层根本没地基啊，晃一晃啊就倒下来了。好，德者本也，才者末也，德行才是地基，才是根本，钱财反而是枝末。所以我们昨天讲到的这一句呢，这个对人生的启发相当相当的大，而这一些觉悟的智慧都是在经典真理当中才找得到。所以我们看到现在是知识爆炸的时代，绝大部分的知识啊，它跟真理是不相应的，但是年轻人在学习当中啊，他不懂啊，他觉得哎呀，这个都是新的知识，甚至于读这些圣贤书的人都是一些老前辈了，他们还笑他们老古董，笑他们不懂。所以现在的书都是教什么？不是教先增长自己的德行，然后赶来有德行的人哦。现在是教啊，如何在一年之内赚到第一个1000万、100万，都是教赚钱，引发的都是他的欲望、私欲。这都已经让下一代啊走上一个
不正确的思想道路上面。而这样的书籍啊，却充斥在这个书局里面。那我们为人父母、为人长辈的，有没有教导孩子？应该是先建立德行才对。所以中小型企业现在寿命是越来越短，我们这个要能感受得到啊，这一些数字的背后，那对我们的整个社会家庭啊都有很大的影响啊。所以很多年轻人创业好高骛远，倒下来了之后，甚至于他的父母的退休金都赔掉了，还要父母呢帮他这个签名借款啊，之后倒下来了，父母已经呢六七十多岁了，都还要上法庭呢接受审理了，那会让父母的人晚年呢那是不胜唏嘘啊。所以真正这一个真理啊，才能让我们的家业事业走得非常的平稳。那我们很冷静的来看呢，现在一般人想说要创业，第一个念头最重要的条件是什么？都是有没有钱呢？所以现在这个时代呢，可谓啊本末倒置了。你看婚姻找对象，先看对方有没有钱。真的没有德行，有钱都很傲慢，都很自大，这样你跟他结了亲家以后，有的累的，有的苦的啦。所以中国人讲门当户对啊，那绝对不是在经济上门当户对，而是在彼此的人生态度、价值观、修养上，那才叫门当户对。所以这一些认知啊，现在都越来越淡薄了。所以越是从利害去找对象了，那个越不稳定。所以我们曾经讲过啊，以利交者，用钱财来结交的亲家还是朋友啊，利尽而交疏。人生都有起伏啊，我们这个经济上呢比较出现瓶颈的时候，可能这些交情啊就淡下来了，甚至于就不认识了。好，以势交者，你是用权势来结交朋友，势亲而交绝。可能你没有那个地位的时候呢，人家啊都不来找我们了，也不来帮助我们了。所以用钱、用地位啊结交的朋友交情啊，那个靠不住。以色交者，花落而爱语。假如是用美色来结交的姻缘，这个美色啊随时都在变化，甚至于因美色结交了，那他改天看到更漂亮的，那就靠不住了。但是以道交者，是用道义结交的，那才能天荒而地老啊。那以道交就是以德行来结交的。所以中国的经典啊，这一段呢是《大学》里面的一段金句，往往一句金句啊都足以把人生的根本呢都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但我们能否受益啊，就是我们愿不愿意依教奉行。所以我们人生走的坎坎坷坷啊，那绝对不能怪我们的祖宗啊圣贤了，因为他们都已经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好，我们呢假如不愿意受持啊，那是当面错过了这么大的福分呢。好，所以中小型企业2.9年就倒了。在大陆大型的企业7-8年就倒了，大的企业哦，你看那个一倒下来，影响的都是上千的家庭。全世界的企业
前五百大，前五百大那个资产都是上千亿的哦，这么大的公司哦，平均寿命啊，40年到50年。哎，其实这个数字就已经告诉我们了，现在的富有啊，过不了几代啊。以前是说三代哈，现在一两代就过不了了。以前的人哈，做坏事还会惭愧啦，所以他富不过三代了。现在我们做错的事啊，还觉得别人都是这样，我为什么不能这么干？所以现在是富不过一代呀，两代都过不了了。所以这一些情况啊，都是因为啊，人不学，不知道理。所以很多这个，我在大学里面跟这大学生交流的时候啊，大学生就问我留学的问题。他说他要到国外去留学，我说那你要学什么？他说我要学经济。我说哎，学经济很好啊，那你学经济干什么？他说我要让国家更富有。哦，你看他有雄心壮志哦，那我经营的企业呢就很发达，就可以利益这个社会。哎，我就问他了，那你要到国外去学经营企业？那你清不清楚啊？现在国外那一套道理啊，能让企业经营多久？啊，那最大的前五百大哈，都只有40年到50年哦。那您愿不愿意学哈？那个企业可以绵延200年、300年不衰的，你要学200年、300年的，还是学一代就败的？哦，那他说当然学200年、300年的，甚至于我们还有一套学问呢，是一个企业哈，5000年都不会倒的，这个国外都学不到哦。那既然要留学了，那当然要学最好的嘛，怎么可以学不对的呢？好，大家有没有看过5000年不衰的企业？有没有？有啊，中华民族啊。哎，真的哦，除此一家哦，别无分号哦，是吧？其他的民主都已经断了哦，他的文化都接不上了。结果真的，中国人失去民族自信心了，这么好的东西啊，没有人学了。好，那我们要很冷静哦。现在所说的这一些理论，最畅销的这些理论，他都还没有经过几千年印证是不是真理哦。所以这个世间啊，我们假如不冷静，真的会随波逐流。曾经得过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都有可能是制造这个社会混乱的一个重要因子哦。曾经得过诺贝尔奖的人可能说过哦，企业唯一的目的就是赚取利润。这一句话曾经在这几十年的经济学院里面呢，是奉为圭臬哦。哎，这一句话是代表企业唯一的目的看着什么？钱呢？看着利益呢？那完蛋了，只要他能得到利益的，伤害消费者他不管，伤害整个大自然他不管，他排放废水，只要我赚得到钱就好了。哦，你看之前我们高雄那个高屏溪啊，那个排放废水，你看那个一排放出去啊，他省的是可能是几十万块钱而已啊，可是那个排出去之后啊，多少人因为那个而得癌症啊？而这一条河川要再回到往昔的清洁状态，那几乎不知道要花千万上亿的整治金啊！你看人一念失利，所造成大众的损失有多少？那个无法估量啊！
所以中国古圣先贤知道啊，人的私欲不能让它扩大，一扩大了，那对大众的伤害太大太大了，所以绝对不能去争利啊。是啊，但是问题是，你看这些圣贤人的教诲没落了，邪说啊串起来了，所以为了利益啊，你看我们几十亿年甚至要更久时间呢、啊，才能形成的地球这么美好的生活环境，居然在短短的这一两百年当中啊，已经搞得科学家在呼吁了，人类再不爱惜这个大自然，很可能50年之后啊，100年之后呢，这个地球就不能住人了。这个根本原因啊，都在人的自私自利心啊越来越重。所以我们看到台湾那是蓬莱仙岛啊，宝岛啊，这么美丽的地方，短短几十年的经济发展被破坏成什么样子。你看哦，我们短短经济发展假如没有体恤要注意环境的保护，那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下一代都没有好的生活环境，那我们又得到什么好处了？我们也没得到好处啊！我们这样恣意的破坏大自然，农药越喷越多，到头来这个农药啊，最后谁吃下去了？还是自己吃下去了。所以为了自己的私利啊，赚取的钱呢、啊，到头来还是留不住，搞可能都花到这个医药费去了。所以人啊，不能不读经书啊！你看《大学》里面又告诉我们：“或备而入者，亦备而出。”这个财货啊，是违背仁爱心而赚取来的，一定也会很快的出去的。所以现在为什么这奇奇怪怪的病很多？你看，都是吃的这些农药啊，吃的这些这个荷尔蒙。抗生素吃太多了，这个都是因为为了满足私利啊，那造成整个社会这些危机啊。所以我们真正啊最大的这个魔王啊，就是这个自私自利的念头，自私自利的心啊。所以任何增长自私自利的这些理论啊，我们都要冷静的去面对，而真正找到根本的这些教诲啊，我们要好好的依教奉行，进而啊去弘扬开来。所以我这么跟那个大学生讲完了，他就有点犹豫了，那还要不要留学？我在想啊，他还是会去的，因为啊没有很深入的理解啊，信心会动摇。所以我就举了一个例子，在清朝啊，有一家企业叫同仁堂。同仁堂啊，它的寿命啊，比美国建国啊还多107年，所以它已经300多年了。那诸位朋友，现在全世界有哪一家企业是300多年的企业？他为什么能够300多年？其实很明显的，从他取这个名字就知道他为什么企业能绵延那么久。同仁啊，从这个仁爱的心出发啊，面对所有的这些客户啊，这些来买中药的病人呢、啊，要一视同仁，要同修仁德，济世救人。这个就是他创立的精神，只要这个精神能持续保持下去，这个企业不会衰。就跟一个家族一样啊，
范仲淹的家族承传了他的仁厚之心，承传了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怀，所以他的家道绵延不衰。其实这个一点都不复杂的啦，所有的事业成就都是由心生啊，万法由心啊，侥幸不得啊。好，因地假如不争，那结果一定不可能会好。好，所以为什么一个朝代会败？败在他没有继续奉行祖宗教诲。好，假如周朝的后代呢还奉行祖宗的那种仁慈啊，那现在还可能是周朝啊。所以因为不奉行了，才会倒下来。好，结果这个同仁堂在几年前呢，发生 SARS 的时候，政府规定啊，这个药呢只能卖9块钱，只能卖9块钱，但是它的本钱呢是11块，所以他只要每卖一副药呢，他就亏多少？亏2块。哎，很多商业人说，没钱的哎，亏钱的生意啊，有没有人做？有人做，有仁慈心的人就会做亏钱的生意。为什么？社会很可能会发现一些突如其来的灾难，而这个时候我们企业取之社会要怎么样？用之社会啊，你一定要承担起这个社会的责任啊。啊，社会有了动乱的，我们袖手旁观，那是积财伤道啊，伤了自己的福分德行啊。啊，所以我们在看以前的历史，啊，你看天灾来了，饥荒来了，啊，很多这个有钱的大员外啊，马上开仓放粮，啊，济民啊，救这些人民。啊，这个都是自古以来的这个古风啊。所以当下呢，这个同仁堂呢，决定呢，不止啊，要亏钱卖，而且啊，还要加班加点，就是上班的时间呢加长。然后呢，本来啊，比方呢，这个是生产药酒的，啊，这个线啊，药酒是这个生产线呢，啊，他把它停掉，好，那个药酒啊是最赚钱的，啊，但是他把赚钱的停掉，通通还是啊生产 SARS 的药，所以这样子下来呢，他们总共啊卖了300副药，啊300万副药，亏了多少？600万。结果那一年啊，他们的营业额成长了30%多。你看成长这么多，他们亏了吗？啊，他不会亏的，啊，他时时为人民着想啊，人民就支持他的企业，爱人者人恒爱之啊，敬人者人恒敬之，这个才是真理啊！啊，要不然你跟他人计较，他人也跟你计较，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企业啊，他的创办人有德行，他是用这个仁慈之心啊来行医，来经营这个企业，所以他赶来的也是有志同道合的人，然后他慢慢的这个土啊就是他的市场，企业的市场，有土持有财，他赚到了钱，财要用在哪？这个用不对的哈，就伤自己的德行哦。结果伤了德行啊，这后面就不会循环哦，就倒了。所以用在哪？用在员工的生活上，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用在服务大众上，用在帮助社会的需要上。所以这么一用呢，所有的员工啊，以在这个企业为荣。我们这个企业呢，是真正服务社会的，越有这种使命感的，这个人才就越聚越多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循环，而往往啊，
我们都是在这个用。好，你看哦，很多朝代啊，创业的时候呢，哇，这些英雄豪杰都来了，啊，把天下打下来了。结果过没十年、二十年呢、啊，整个朝政就整个都败下来了。啊，你看好多朝代啊，都只有十几年、二十几年就倒了，因为他用错了。啊，创业的时候啊还比较清醒，结果一掌握权力了呢，开始了骄奢淫逸都来了，骄傲、奢侈，啊，然后放纵欲望，所以用在自己的欲望上面呢、啊，这个循环就断掉了。所以这个魏征啊，曾经啊说过一句很重要的话，说结成则胡乐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意思就是说啊，一个人结成的心呢、啊，不同民族啊都能团结在一起。但是假如傲慢起来了，傲物了，啊，自视甚高了，连自己的亲生骨肉啊，最后都会形同陌生人一样。所以这个很关键的地方啊，就是我们真正的、啊、有了这些成就的时候，能否想到啊，这些都是大众的努力啊成就的，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这个时候用就会用在自己的员工上，用在社会大众上。好，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循环呢、啊，往往都没有从这个根本开始，都是先要有钱才对了。所以赚没多少啊，马上就花掉了，那根本不可能这个永续的来经营。所以我们从家庭啊到企业呢，都可以从这一段教诲当中啊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孔夫子说啊，人人弘道，非道弘人啊，人有德行啊才真正能弘道啊。所以不怕没有庙，只怕没有道。所以有了德，你看感召很多的人来，然后就能啊，这个土就是利益大众的机会，法源就出来了。法源一出来呢，有土只有财啊，大家有没有在赚钱啊？有啊，在赚西方财啊，在赚往生西方的资粮啊，大家都在积累资粮，都在提升德行啊，用在哪？用在为人演说啊，大家学的都很认真，都在提升自己的境界，积累资粮了、啊，就给社会的人最好的榜样哦。学佛的人都能敦伦敬奋了、啊，都让家庭和乐了、啊，那也应该啊，让我的家里的人啊都来学。那这么一用了、啊、表演了、啊，是不是又让社会的人通通闻圣教？大家的智慧啊都开了，都有德行了，这个良性循环、啊、就开始转动起来了。好，所以真的、啊，你看我们刚刚所讲的一切道理啊，都还没有离开一本书《大学》。好，所以《大学》里讲啊。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你看我们这一段话就告诉我们什么是本，不可以舍本逐末、本末倒置的一事无成了、再来事有终始，好的开始、啊、才能有好的结束、所以好的开始是有德行哦，但是在整个过程当中要不断循环，那德行啊不能一开始好而已哦，要不断提升哦，不进则退哦，所以要有好的开始之外，还要用心经营，才会有好的结束，叫慎始慎终。假如最后结果不好啊，那以前好的开始呢，很可能
变成大家心里的遗憾哦。啊，那我们绝对不愿意见到这样的情况。啊，要坚持的，啊，让它越来越好，越来越殊胜。啊，所以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要让西方极乐世界越来越殊胜哦。啊，要有这种使命感哦。好，那我们现在修学就会很认真哦。哎，西方极乐世界是不是越来越殊胜？是哦，啊，因为去的人都有这样的信念哦。啊，那当然，要让西方极乐世界越来越殊胜，就是自己德行要提高。那当下我们德行提高了，也会让我们当下的家庭、当下的所处的这个环境啊，也会越来越殊胜。所以《论语》说：“礼人为美，啊，能居住在有仁德之心的这个团体当中、环境当中啊，那是很美好的。”啊，但是我们现在读到这一句“礼人为美”哈，是不是要去找？哎，哪里有礼人？不是的哦，要从自己开始哦。我们自己有仁慈心呢，就会把大众的仁慈心啊唤醒哦。啊，很多人学了中国文化之后呢，回到自己的社区啊，开始主动捡垃圾，开始主动呢，啊，每天呢，啊，早上也好，或者傍晚也好啊，哎，他自己呢，组织自己的孩子，还有一些比较熟的邻居的孩子，一起来读经典啊，教他们落实《弟子规》，哎，关怀邻居的小孩啊。啊，关怀他们的家庭，所以把这颗爱心啊传递开来了。好，慢慢的，其他社区的一些家长呢也来参与啊这个活动了。啊，都是要带动起来。啊，所以现在经典呢，我们不要求别人做到，首先要求我们自己去落实。啊，这个叫转经啊，把经典真正转成我们的处世待人。我们的生活、工作态度一定要转哦！啊，假如每一句经句都跟我们生活无关了，那我们不是转经哦，我们被经转哦。哦，那被经转哦就很麻烦，会傲慢哦。你看我读那么多了，但是假如转经的话呢，去落实，学而后知不足哦，会越来越觉得哎呀，自己做的还不够好。所以真正学的人啊，会越学越谦卑，啊，这个才是正确的。越学越察自己不足。好，所以在《六祖坛经》里面呢，啊，就有讲到一个公案呢，啊，这个法达禅师，啊，他念《法华经》啊，念了3000遍哦。那一部《法华经》要念好几个小时，所以3000遍可能都已经快念10年了哦。所以他去给六祖慧能大师请意的时候啊，哎，顶礼啊，头没有着地。所以六祖大师说：“你头都不顶地啊，不如不顶了。”哎，看这个动作就看得出来啊，不是至诚恭信来请教。哎，读经典都读了3000遍了，哎，怎么修道最重要的？沉静心没有起来，哎，那是在进步还是在退步？是啊，所以进与退啊，都在这一念心哦，而不是念几部经哦。啊，所以曾经啊，师长说呢，要把《无量寿经》啊念3000遍。哇，大家听了很精进哦，哎，真的呢，很多人念了3000遍，啊，就有一位。朋友啊，一位同修呢，啊，念了3000遍了，就去跟师父说：“师父啊，我已经念3000遍了，接下来怎么样？”啊，师父笑着说：“再念3000遍。”哎，不能把3000遍变成了，交作业啊！啊，你看我们小时候，这个回到家里啊，哎呀，作业写完就可以玩了哈，哇，啪啪啪啪啪，那个字都不能看。应付了，那不对了，
应付就不是真正在学习做作业了。所以念三千遍啊，是在念的过程当中，这些道理真正的随文入观，放在我们的心呢、啊，转成我们的生活了。这个叫转经啊。三千遍念完，还是没有受用啊，被经转。为什么被经转呢？走到哪告诉别人，我已经念三千遍了。我一天还念过，一天念五部。真正念五部有念进去的啊，查自己有很多不足了，哪还有可能去跟人家比，还跟人家炫耀说我一天念五部啊、哦？这个风气一带动起来哦，那个整个道场都在那里比谁念得多啊、哦，念到最后哦，那个念得可快可快了啊、哦，最重要的要念到心里面去啊。所以真的哦，经典不受用啊，会堕落哦。所以法达禅师这个公案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哦。所以后来六祖大师就你念给我听，啊，我这个我不识字。那法达禅师一听还有点犹豫哦，连字都不认识啊。接着呢，还是就念了这个一两卷呢，那个。六祖慧能大师说：“你不用念了，我讲给你听吧。”啊，已经见性了，啊，所以这些道理啊，哎，一讲马上就知道他的这个这一部经教啊，要开显的道理是什么。啊，所以后来呢，六祖在给法达禅师的教诲过程当中啊，告诉他呢，啊，你之前念三千部啊，是迷了，是被经转了，现在悟了，才能转经啊。哦、你看法达禅师悟到这一点、啊、当场呢就开悟了、哦、所以这个这一些公案呢、啊、我们不能只有听 啊要拿到我们自己的这个态度啊心性当中啊来关照、哦、这样才对、哦、好，所以我们这个刚刚已经提到了，这个家庭也好，企业也好，甚至我们经营啊道场弘法立身，都应该警惕到这些重要的环节。所以我们看到呢，印光大师他70岁才出来弘法立身，积得非常厚，很有德，所以一下子敢招来非常非常多的人。所以印祖弘化的时间只有10年，但是却是这200-300年来贡献最大的一代高僧。所以做什么事啊，急不来哦，欲速则不达，都应该照着这些道理来做。所以有始也要有善终。再来啊，要知道做事的轻重缓急，先后的次第啊，所以有心要走弘法立身呢，啊，不是急着呢，我今要怎么讲啊？这一个念头啊，今要怎么讲，那麻烦了啊！脑子里呢都是在这个经教上的这个要怎么讲经上，而不见得能回到修身上面。所以只是想要讲经呢、啊，而没有关照自己的行持呢，那我们所讲的经啊，跟我们的心呢、啊，慢慢那个距离、啊，心行就不一致了。所以讲的天花乱坠啊，很可能一些小的这个过失自己、啊、察觉不到。所以师长曾经呢告诉我们，啊，做到的人啊，能说，啊，能说的人呢、啊，不一定做得到。所以这一些话都给我们有志于此的人呢、啊，很大的提醒。啊，因为做到了呢，那自然都是自己的心声呢、啊，自然流露出来的。啊，所以师长也说过啊，做到之后再说啊，是圣人。啊，说了以后啊，能积极的做到啊，是贤人。
说了以后做不到啊，是什么？是骗人。哦，那我们不能笑一笑哦，哎，又跟我们没关系了。哦，那大家可能又想了，哦，那个是讲给弘法利生的人，跟我没关系。所以我们的分别执着随时都会起哦。谁不讲经说法？你当父母不讲经说法，那你怎么教好你的孩子？所以这一些教诲事实上跟任何一个人都是息息相关。我们假如在听的时候呢，生了分别了，那都把它当耳边风去了。父母，那整个家庭的家风不就是我们在讲经说法吗？我们是主管，是企业家，那整个团队不就是你在讲经说法吗？这个是责任哦。所以今天真的有德行了，整个你企业里面团队里面的人都有福气呢，都有大福了。所以君子如子啊，乱书传矣啊。君子啊，真的是人民的福祉啊，只要他为人演说了，很多的灾乱了，很快就能够止下来。这一句跟大家讲过没有？我们呢，接受圣贤佛菩萨的教诲啊，一定要有一个态度，每一句经教要承担，直下承担，不能在听的当下呢，那都是讲给别人听的，当场心的执着分别就起来了。所以曾经呢，这个态度啊，我们也是接受呢师长的教诲啊，师长有提到啊，佛陀所讲的一切经教啊，都是适合我们现在的众生啊。假如佛陀讲了一部经啊，讲完之后呢，对着我们说，这一部经很重要啊，但是你做不到，有没有可能这么干？我们美好的景象讲完了之后说，不好意思，你不行哦，那我们会多难受。讲的都弃我们当下的机啊，所以假如我们在读这些经教的时候说，啊，这是地上菩萨学的啊，这是什么，反正都不是我们学的了，那就是在经教当中横生分别执着哦。那很多人说啊，那个金刚经哦，那是地上菩萨学的，那我们学不来。我们仔细想想，金刚经里面说，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念佛是不是奉行这一句啊？念佛的时候身心世界都放下了，因无所住啊。但是身心世界放下了，这一句佛号字句分明，清清楚楚，从心里念出来，从耳里再听进去，那不就而生其心吗？那这一句话什么时候可以做啊？我们怎么会学不来？再来，一切工作当中，处事待人当中，能不能做这一句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可以啊，你要跟人和和乐乐的和谐相处，那你不能看人家的不好啊，不能执着，不能分别啊。你一分别了，我跟他好跟他不好，那矛盾冲突不就起来了？所以这一句因无所住啊，就是应该放下我们的分别跟执着，至诚的相信啊，人之初性本善，对人懂得礼敬诸佛，懂得随喜功德，称赞如来，那都是在因无所住的心境当中啊，而生这一些心哦，而生恭敬的心哦，而生利益他人的心哦。那有了分别执着，怎么利益他人？好，所以我们不管做任何一个行业，都是服务大众，都是升起这一颗慈悲的心。
利益他人的心。所以这些经句啊，绝对都可以透过我们听经闻法，透过啊师长的教诲，句句都可以在当场受用，当下就可以力行，就可以依教奉行。所以我们有了这样的态度了，面对儒释道三教的教诲，那每一句啊，我们都要当作是当机者。有了这样的心境，往后再读任何一本经教，感觉不一样哦。那我们你看哦，再来看这一句哦，君子，谁要当君子啊？不能一念君子哦，就是谁谁谁，不是我。要当人的福祉啊，乱书传矣。什么乱止住了呢？我家庭的乱可以止住，我团体的乱可以止住，社会的乱，以致民族的乱可以止住。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研究这一句。好，谢谢大家。